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到哪里，还好都有你陪着我。喂，我和妈妈要出国了。出国？你都没和我商量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国外的医疗条件更好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妈妈的。你只要按照合同去做，几个月后，你就会和妈妈团聚的。你不能把妈妈带出国。喂，喂。机场，师傅能不能快一点？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别害怕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你们提出的合作条款，我们会再做详细的调研，而我们公司向你出具的价格条款，不能再有任何的改变。老大，wir betrachten Sie als wichtigen Partner. Wir werden es ernsthaft in Betracht ziehen. 期待与你见面，gut so. 期待见面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他不在价格上磨了。你觉得他们磨得起吗？耶，这下妥了！有德国这张大单，今年化验的销量能翻上一番。老大，太厉害了！来，还没到庆功的时候，小酌一下，开心开心嘛。喂，市里医院。傅博雅先生，我们对这位小姐已经仔细检查过了，只是轻微的碰撞，引起过多的反应，没有伤到其他的地方。傅博雅，等她醒了就可以帮你出院手续了。放心吧，不会认出我来吧？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用谢。哎，你醒了，贺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贺小姐，哦，我叫傅博雅，医院刚刚说要联系你的家人，所以情急之下，我就从你的包里取了身份证，擅自翻了你的东西，实在抱歉。没事儿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你可别客气。哎，贺小姐，哦，你放心，这次事故呢是我的全责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所以你，苏妍希，你怎么回事？苏妍希啊，你怎么？锦溪，你刚给你打电话吓死我了，结果医院人接的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位是傅博雅先生。你好。医生说我没什么大事，赶快接我回家吧。现在就走，我给你拿东西。我扶你吧，贺小姐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人真好啊。那我送送你吧。
哎，老大，那不是你的？闭嘴！哎，小心点！谢谢啊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顾总，这么巧，你们认识？傅博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贺小姐的车祸是我造成的，所以在这里照顾她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我女朋友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至于车祸善后，司徒，嗯，明天一早准备律师函，保证准时送达。啊，她是你女朋友？走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啊，傅，贺小姐，如果你不想跟他走的话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你的。傅博雅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这是私事。你们别激动嘛，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傅先生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哎，西西，哎，西西，你回哪儿去啊？哎，西西，当然回顾家了。人家小情侣的事儿，你搅什么呀？你谁啊？我谁？我是西西闺蜜。你穿这么绿，你哪根葱啊？葱？我是葱？你，你神经病！你敢骂我神经病？我看你好像有那什么大病。哎，人都走了，你还拦我，烦死了！有病！你起开。西西。神经病。你能不能开慢一点？我刚出了车祸，头疼。你干什么？看你有没有撞傻。你才傻了呢！我就是被撞了一下，又没撞出脑震荡。我现在清楚、清醒、清晰得很。这么有精神，很好。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。为什么回我家？为什么拿行李啊？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？答应奶奶的，今天晚上搬进顾家。那也太快了吧，总得给我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。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，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。